却要为日本的灾民祈福送爱到日本，继续就带您到加拿大、马来西亚还有缅甸和多米尼加，看看当地的慈济志工募心募爱的情况。文具工厂上百名员工从新闻见证日本的惊世灾难，这是在慈济做志工的工厂老板希望启发大家爱心，提早三小时下班办活动，员工纷纷响应。有些员工他们家里没有卫视，只是说听我们描述而已，他们体会不到，看不到这样的荧幕。那慈济的那个资料啊做得很好，也希望说让他们看到之后启发他们的善念。水淹到稻田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真实故事总最动人，老师引导孩子体会受灾心情。这样子的要还是要人，就好像蚂蚁这样子啊，突然间有一个大水淹过来，我们跑得到吗？孩子们发挥爱心，拿出点滴存的铺满，要捐助日本。一分钱不嫌少。多伦多人文学校小朋友也发挥爱不分国界的精神，我们都要帮助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东西吃哈，也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像我们这么幸福。慈济多伦多支会邀社区民众踊跃捐物品为赈灾义卖，受到购物中心支持提供场地。志工带着孩子在超市募心募爱，凝聚赈灾力量。这是马丁一间大卖场，在多米尼加，民众都很乐意奉献爱心，付出的当下也丰富了自己的心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。